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一直很想可以一起共同创作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曲，然后是我们可以表演，然后呈现给大家。这是什么？深海的平刻下的名。是中性的概念。五个二，五个抓，五个啊！哦。那我只能流星花鬼的人才美，这怎么我就太美啊？对，他长得像 JQK 的那个 J 扑克牌，来抱抱看右边，有点闪。这个作品很不容易，是我们大家从旋律、词，然后互相的在一起发想，对 对, 對，一起发想。那很妙的是，六个人想的东西，它是 match 在一起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一个巧合跟运气，所以很感谢这个缘分。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构想就是要跟粉丝有互动，因为有粉丝才有我们，所以我就把我自己想象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黑白到彩色的感觉，被困在黑夜写进去。我们刚刚在后面摇沙铃，你有看到吗？大家都把所有的 EP 的歌名放在里面，可是就有一个点就卡住，就是想跟你就这样靠得越来越近，这个那么长歌词要怎么放在里面呢？所以我就花了三秒钟把它剪短，三秒是隔绝，然后马上回到录音室，我说我知道了，三秒钟吗？对，三秒钟。但是你当天你说你怎么都没有才华，还是我这样创作歌手啊？我是今天主持人李德彦，哎，我是祖安 ，Welcome to the Ozone Channel， 我是幻君 ，Yes， today we are located。Located at Yilan. Oh, Yilan. Yilan, which is named of Jiaoxi. Wushangang. Wushangang. Wushigang. Wushigang. Wushigang.第一次这个 MV 有其他人来帮忙，刚刚大家一起的画面是最澎湃的，感受到非常感动。有一群粉丝要往镜头那边跑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想到以前自己也是那一群人里面的其中一个，然后没想到今天就是轮到我去带领大家这个方向，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大家要一起，对，大家一起帮助我们，然后完练一下。对，你这首歌里面，你只要会三个字就，是哪三个字？哦哎哦，哦哎哦，就好了，就好了。谢谢大家，我们是 Ozone， 拜拜，合唱。